是我家村灭村中的幸存者，你再不喜欢了，我就要老了。同行啊，共生死，师兄，不要死者，比例也跟上来。我一直压制过薛子夜，木儿的病。别碰木儿，只要还有一线希望，我就一定不会放弃。一如当年的我一般，即便你能成为医术最猛的，我是否该告诉霍公子药方无用的真相？你收了我一份人情，但不仅救了木儿，三星照啊，六六神，你还会待我如此这般好？凭我一定能把他带回宫中。有本事就自己。不是有情有义，心生承诺的吗？你舍得去？我想救你，燕迷。愚蠢！本就是一个杀人于死地，永不再世。我战败。其实我早就把自己输给你了。你只有一面回天印，出来看了八年的病，怎么会一次一次把你抬回来？生的希望，你可曾？不会。等梦儿痊愈之后，我就回来药师国。长叔答应了，我可没有答应。现在反悔可来不及了。